大家好，欢迎来到天天汉语。在汉语中，一个字可能不止一个读音，不同的读音代表不同的意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汉语中常用的多音字。第一个字，第一个读音的 indicating position or used to connect descriptions with nouns. 的 The structure is description plus 的 plus noun. 我的手机，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坏了，我的手机坏了。可爱的孩子，可爱的孩子，这个可爱的孩子是谁？这个可爱的孩子是谁？昨天买的蛋糕，昨天买的蛋糕，爸爸昨天买的蛋糕真好吃。爸爸昨天买的蛋糕真好吃。第二个读音 D taxi D 打的打的，下雨了，我们打的回家吧。下雨了，我们打的回家吧。第三个读音 D D 目的目的，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第四个读音敌敌，的确的确，他的确是中国人，他的确是中国人。第二个字，第一个读音的 used to connect adverbial modifier with verbs.The structure is adverbial modifier plus the plus verb. 安静地看书，安静地看书。他在教室里安静地看书，他在教室里安静地看书。第二个读音 D land ground D 地上有一块钱，地上有一块钱。第三个字，第一个读音 the used after verb or adjective to introduce a complementof degree or result. The structure is verb or adjective plus the plus complement. 跑得快，跑得快，他跑步跑得很快，他跑步跑得很快。大得多，大得多，这个房间比那个房间大得多，这个房间比那个房间大得多。第二个读音得
得得到得到他没有得到那个工作他没有得到那个工作第三个读音得 need have to 得从这儿去机场得多长时间从这儿去机场得多长时间我得回家给孩子做饭了我得回家给孩子做饭了第四个字第一个读音遮 used to indicate a state 遮你小声点孩子正睡着呢你小声点孩子正睡着呢他哭着离开了他哭着离开了第二个读音着着睡着睡着小声点孩子已经睡着了小声点孩子已经睡着了着急着急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着火着火快看那里着火了快看那里着火了第五个字第一个读音了 used to indicate an action is completed or indicate a change 了我看了那本书我看了那本书我不想去美国留学了我不想去美国留学了第二个读音了了了解了解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想法第六个字第一个读音长 grow 长弟弟今年长高了很多弟弟今年长高了很多第二个读音长 long 长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第七个字，第一个读音，假 ，artificial， 假。这个新闻是假的，你千万别信。这个新闻是假的，你千万别信。第二个读音，假 ，holiday， 假，放假，放假，还有两天就放假了，还有两天就放假了。请假请假
我想请假去旅游。我想请假去旅游。第八个字，第一个读音，空 ，empty， 空。这个箱子是空的。这个箱子是空的。第二个读音，空 ，free time， 空。请问你今天晚上有空吗？请问你今天晚上有空吗？第九个字，第一个读音，行。OK， 行。今天你自己去学校行吗？今天你自己去学校行吗？第二个读音，行，行，银行，银行。这附近有银行吗？这附近有银行吗？第十个字，第一个读音，便。便，便宜，便宜。这个书店的书都很便宜。这个书店的书都很便宜。第二个读音，便，便，方便。方便，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随便，随便。火车快开了，我们随便吃点东西吧。火车快开了。我们随便吃点儿东西吧。第十一个字，第一个读音，都 ，all， 都。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礼物。第二个读音，都，都，首都，首都。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中国的首都。第十二个字，第一个读音，乐。乐，快乐，快乐。我希望你能快乐的生活。我希望你能快乐的生活。第二个读音，月，月，音乐。音乐，你喜欢听哪种音乐？你喜欢听哪种音乐？第十三个字，第一个读音，觉，觉，觉得，觉得。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觉得这件衣服不好看。我觉得
这件衣服不好看。感觉，感觉。当老师的感觉怎么样？当老师的感觉怎么样？第二个读音，叫，叫。睡觉，睡觉。时间不早了，我要睡觉了。时间不早了，我要睡觉了。第十四个字，第一个读音差 bad 差。这件衣服的质量很差，这件衣服的质量很差。差 also means short of。 差，现在是三点差五分，现在是三点差五分。第二个读音拆，拆，出差，出差。我下个星期要去北京出差。我下个星期要去北京出差。第十五个字，第一个读音会 can will。 会，你会说汉语吗？你会说汉语吗？明天会下雨吗？明天会下雨吗？第二个读音快，快。会计，会计。我们公司需要一名会计。我们公司需要一名会计。第十六个字，第一个读音更 more even more 更。我喜欢唱歌，但我更喜欢跳舞。我喜欢唱歌，但我更喜欢跳舞。第二个读音，更，更，更新，更新。这个电视剧什么时候更新？这个电视剧什么时候更新？第十七个字，第一个读音卡 card 卡，信用卡，信用卡。请问这儿可以刷信用卡吗？请问这儿可以刷信用卡吗？第二个读音卡，卡，发卡，发卡。你这个发卡真好看，你这个发卡真好看。第十八个字，第一个读音和 and 和。工作和学习都很重要，工作和学习都很重要。第二个读音或，或。
暖和，暖和。今天的天气真暖和，今天的天气真暖和。第十九个字，第一个读音，背 ，carry something on one's back。背，他背着他妈妈去了医院。他背着他妈妈去了医院。第二个读音，背 ，hide from。背，他背着他妈妈去了医院。他背着他妈妈去了医院。背 also means back。背，他拍了拍我的背。他拍了拍我的背。第二十个字，第一个读音，调，调，调查，调查。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声调，声调。汉语有四个声调，汉语有四个声调。第二个读音，调，调，调整，调整。下个月我们会调整产品价格，下个月我们会调整产品价格。学完今天的内容，你明白声调有多么重要了吗？还记得这个例句吗？请问，一，他背着他妈妈去了医院，这句话中是谁去了医院？二，他背着他妈妈去了医院，这句话中是谁去了医院呢？欢迎在评论中告诉我你的答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给我们点赞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我是邓邓老师，我们下次再见。